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参议院议长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真欢喜，搁看到大家拢是以前毋捌看到的朋友。啊，咱即马讲，大家上课这两天来，咱今日就算第三天，安尼大家毋知有信心啊无？哦，真欢喜啦！即听到这吼，因为有恁来参加吼，咱搁进一步，搁较早的成功啦。那无恁啊，咱我直直拼，拼到即马，那从开信吼，咱才开信啊，到即马，我要活要四年啊。好、哦、啊，所以讲，大家因为这大家拢有缘分啦，因为恁的缘分较慢去碰到，啊，我是着较早就去碰到这个缘分，所以阮为第一届开始去甲即嘛，啊。可能大家也无对我无讲足清楚啦吼，我简单介绍一下吼。我是工长张吼，因为可能在闭幕词啊内底，咱课程表内底有啦吼，哎，课程表哦，张文彦吼，啊，因为若要安尼讲。大家若对我敢若知影名尔嘛吼，因为我若伫研究所咧开课的时啊，我甲我的学生讲，你上课都爱带笔电来，我讲到遐，你着上网去找。啊，即卖若有带笔电来，你去上网去找啊，张文彦。加两字就好啦，教授，好、哦，安尼就会去找到我的资料啦。因为头拄啊，要来上课以前头半点钟前，一个医生的朋友打电话向我，甲我问讲：哎、欸，啊，你唔知有参加这个协会哦？我哪会看到你的名？伊看到我的名，讲张文彦啊，啊问讲看我有参加无？我甲讲吼，我无啦。啊，因为即马张文彦即那蔡奇阿名咧，吼、哦、啊，所以我才甲讲安尼啦。你要搁了解我，你都若有张文彦，尾下搁加两字就好啦。就是加教授啊 ，Google、Yahoo 上网去查，也可以。看到我，啊，内底详细的资料拢有，所以我是甲大家讲吼，安尼恁大家都过去会去了解。啊，若过进一步要过了解，四个一啦，一人力银行嘛，吼、哦，因为迄阵啊，伊有甲邀请。讲叫我写一个格言，啊，好啦，我就讲好啦，啊，就咱甲写写寄予伊。啊，伊个讲叫做世界，迄、那个叫做啊，华人，哎，世界啊，华人名人小传，小的。传记啊，叫我写格言，那我也把它写。那个地方，我就从用我这两句的格言，去从我的经过啊，写我的
员工是小传啊，一个传记一样。我从出生在学校，在社会工作啊，这个经过啊，这样我把它写在里面啊。那些上网都可以找啊，哦啊，我也不必要介绍的很多啊，你们一看就很清楚了。实际上，咱来参加的这些东西嘛，拢足有智慧哩，有这个智慧。啊，搁大家有诶学习啊，足悬哩。哦，啊，这都是爱互大家知影吼。因为安怎，这是100%正确的观念嘛，唯一。能够解救台湾的这一条路，其他都没有了。哦啊，如果你们如果去再去发现看有没有更好的路，到目前不可能，只有唯一这一条。所以很多的学者，很多的专家，我们跟他谈了以后，都很容易。来参与，所以，安尼大家有福气啊无？有。哦，安尼，大家实在拢有这个福气啊。有诶无福气诶，有诶讲，你有诶讲要买厝啊，买田啊，迄乃是讲爱多有福气才买得到呢。哦，啊，这就是类似安尼啊，刚好你有认识这些朋友，这些朋友跟你介绍啊，跟你讲啊，你可以听得进去。哦，啊，你听得入去，啊，你就有这个福气。啊，若听袂入去，啊，你就无法度啊。因为我一个学生员足优秀嘞，啊，年龄跟我差不多啦。因为有诶做老师吼，迄以前我做导师吼。阮迄个学生50几岁，哦，后安尼啦，哦啊，所以讲，这都学生甲迄个都是拢同款。我迄个学生嘛，足优秀诶。啊，原早伫日本公司，迄个做索尼底下咧做啊，我重要干部。我甲讲，来参加。因为咱这个要做播放哦，是向世界播放了，所以我拍世界的名讲出来吼。我甲邀请了，伊讲老师啊，政治啊是咧靠拳头无大粒啊细粒呢，看实力的呢。我甲讲对啦，较早拢啊安尼。枪杆子出政权嘛，你有枪，有军队，话安尼就安尼啊，啊无那唔是安到掠枪杀去啊，哪里？是唔是安尼？哎啊，较早的方式，啊，因为伊安怎你知？伊那个一个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啊，那是我的学生，以前做生意员啊。吼，因阿姐甲讲，卖阁算啊啦，伊算两摆，啊阁做第一，伊也无要贪污啦，啊伊也无咧包工程啦，伊讲大概去算啊，愈算经费愈开愈济啦，啊。都用个条卡，都改去画，爱遐用啥，遐用算，爱都个画画，爱都个算，爱个钓。因阿叔讲，啊，卖算，无算啦，算做两届，安尼有够，安尼就好啊，卖算，搁算落，算落，财产却直直借去啦。啊，你都无法度啊。伊这是好朋友啊，啊，所以伊当然，伊无甲讲。咱讲老师啊，你参加这个活动啊，你是
钱会直直开落去啊未？我的想法伊是安尼，伊个我知伊个好朋友这个例子啊。啊，我的想法是讲，基督教徒赚十块，爱奉献一下一块啊，这唔知大家知影无？啊，我讲。我若收入两三百万啊，一年啊，我交二三十万，这是真正常嘛？吼、哦！啊，我本着这个观念，我伫遮伫咧做义工做甲怎嘛？第一届开始，人啊讲要出钱啊，我就出钱；吼、哦，人啊讲要创啥，咱就创啥。啊，这是。做了够足欢喜啊！哦，因我安怎甲大家讲，会做了足欢喜。我出去，人要叫我去演讲，伊就爱迄个来回交通费，啊，佮演讲费，啊，咱照去的呢。国家、国政府，啊，什么？环保署啦，这个叫做卫生单位啦，吼，啊，个这个叫做国家风景区啦，啊，各政府啦，拢有邀请我去做审查人员。迄那是交通费，拢有付，啊，出席2000块，啊，这也挺正常啊。啊，甲咱爱的时间以。予咱排呢，因为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大家可能知影吼。那有诶捌上过班诶，啊，伫政府机关，现在行政一个工业工程委员会，啊，我是加学者诶名单内底。啊，伊讲电脑诶镜头到，啊，伊若是要审查案件，伊拢会去。从那边抓出来相关的专业，叫咱去审查。啊，咱啊接着看时间。最近，搁一个台南的农业案子，叫我去审查。我看讲啊，我迄个时阵我拄啊爱出国去，我讲啊，歹势，我迄个时间袂当去。甲咱遮也同款，我。那伫国内，我秘书长排的课排出来，我就一定会来上。我袂讲排出来讲无来上。好，啊，这我予大家啊清楚，因为这甲我叫我写格言相当关系。我只要要甲大家讲，我简单讲，我迄阵写出态度、态度啊！你们现在来参加了。第一步，你们就要想了解说，我们这个单位是在做什么的，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啊，你认为正确，你就要投进来，投进来就把精神都放在这里面。你的态度，我这个工作态度，我家己的早间例子，甲大家讲，因为伊来甲问啦。讲，老爸，我要去上班啊！呢，爱注意啥物无？我甲讲，你的皮肤甲别人的皮肤同款无？因为他是在白人社会工作了，哦，在白人的社会里面要去工作。我甲讲，你的皮肤是不是跟人家一样？第一个跟他问这样，我说。不一样，他们都是白的，我们是算是黄的嘛。哦，安尼，啊，你在那边工作，你的态度怎么样？大家去思考。你那是白人的经理，你要用的人会去无同关系的人吗？你那是要去用一挂白人较有相关的关系的人对吧？正常嘛。啊，我安尼甲讲，你去
上司呢交代说三天可以完工的，你两天跟他做好再去要工作，又学到了，又听进去了，都这个算、啊、因为他们的同事都是白的、啊、白的交代给他们同一批进去的，他是 KPMG 工作、啊、KPMG、啊、工作第一那同一批的，他只有一个啊，我们是华人啊，他进去以后白的给他说啊，这个三天给你做，做到第三天完了，有的都没有跟上司报告说做好了，有的都要等上司再交东西下来给他做，他才拿给他，几乎别人的习惯是这样的、哦、他不会说像我们教导我们，因为要在白人社会去工作的话，人家会感觉怎么样，哎，这个很不错啊，交代三天两天做好了，哎，是不是他能力很强，哎，又这么负责，做好了又来要东西，啊，这头家最欢喜啊，咱去那工作都要让头家赚钱啊，他不只会把你重视，啊，如果只要开钱而已，他怎么会把你重视，好、哦，类似这样的观念啦，啊，他就去那讨东西，常常去那讨，常常去那讨，他说，哎，啊，如果较困难的，较难的，他都交给我们查某囝去做啊，伊伫遐做三年，员工那别人诶相同的职位的同事啊，爱咧做咧六年啊，啊伊着做比人较济啊，啊有诶别人诶同事伊讲啊，你即个都，迄个怎啊，遐认真要创啥物？啊咱钱也免变济啊，迄有诶安尼会安尼讲啊，伊了后。去到英国，一礼拜来，英国的公司就要叫他去上班。那真正，因为他所开出来工作的项目，都差的小，跟差的那个都是啥？都是跨国公司，大公司的财报都他在查。啊，所以他去到英国伦敦一礼拜就刚工作，所以这我是讲给大家啦，因为大家才初要入来咱台湾民政府打一步的同心啊，我咧讲这个咧就是态度，以后是决定你的一切，这态度足重要的，吼，这是大家共同勉励啦，吼。啊，第二就要有心啦、啊。你要做什么代志，你若没有心，就不会成功啦。有心一定会成功的啦。嘿，中国话那是足侪成语个啊，哦，大家也可以去了解啊。哦，讲一个铁啊，就会挖到一支针来啊，当啊，只要你滴滴滴，啊，就可以穿过去了。哦啊、类似这个观念，和大家讲，一定要有心呐、啊。你欢迎大家的加入，但是如果大家有这个心，原则咱爱哦，做啊两个月后、三个月后，你大家若用心搁拼一下，可能一个月后咱你就成功啊嘞。实际上是安尼啦吼、哦。啊，当然现在一般大家看法讲，哎、欸，差不多够。在这个半年来，应该有一个眉目出来啊！哦，啊，这个这段时间啊，从阮变几啊年啊去啊，当，迄边迄阵啊，要去过美国总，要去过秘书长，要去过美国总统的时，啊，就大家就来招招讲，哎、欸，这爱爱出偌济安尼好啊？好，我好啦，若要出钱的，拢唔要紧啦。我这即回律师来。本一本簿啊，迄本簿啊，甲骗落，哎，啊，我的名搁伫底啊，
吼、哦、啊，这那是咱咧想袂到的啊。吼、哦、啊，遐有诶人拢有诶过身去，啊有诶无看到，袂走。吼、哦，类似讲，诶、欸，啊我发现就讲，诶、欸，啊秘书长伫面顶，啊我伫下骹，诶、欸，留伫遐。吼、哦，啊我即卖要搁甲大家讲，恁大家要留历史无？迄我以前细汉啊，安尼哦，人拢会死对无？免惊死，人拢会死。要死好要死啊，留一张皮，对啊，好死还留皮啊。啊，咱啊，阿爸是留一个命尔嘛。啊，那是要创造家的历史。十二月啦，十二月二十，咱爱穿服装啊。来见天王，我这就是要甲大家讲，我第一届去见天王的时候，我就去啊，已经三年啊，拢压这个机啊入去，拢压这个机啊入去。天王甲日本即摆足清楚，咱要压入的时啊，哎，外口甲咱挡呢，第一回啊，袂使，袂使，袂使。阮遮哪有恁这款机啊？因讲因拢个举这支啦，啊这支袂使。啊讲安尼好啦，你入去甲工人厅去联络看卖，看阮这支会使了。哎，敲电话转来，伊迄关哨是两个关哨，到第一个关哨就挡在那边啦。讲叫因去问来讲。会使哩啊！咱这个这个好，大家精神足爽的。大家讲这个都唔是假的啊！吼、哦，啊，大家足爽的，啊，都举入去啊。第一年，第二年阁安怎嘞？第二年也较好笑。警察拢因底下迄个哨站拢创好势，阁甲你做一个牌啊！先遣部队做一个牌啊！咱有看迄录影的吼，伊啊上前上第二个入去的啦，牙牌啊！因警察甲咱牙牌啊呢，啊好难！安尼你看，啊第三年，哦第三年迄那是咱哩那足紧张。有的人讲，啊，这回你袂得入去啊啦！有的甲你造谣言啊，啥咱来出紧张的，迄阵好，我考虑讲啊，到底安怎？唔讲啊，咱来行来看嘛，啊，袂使行入去，咱来行入去，哪会要紧？第三年出困难入去啊，好啊，我所以讲，恁有机会，因为你即阵来参加。你过来上高级班的，了后服装买买咧。我今日无用的高级班，我拢会穿服装来对付我来。啊，我恁初级班啊，都吼啊，遮个服装去买买咧吼。啊，佮即马佮俗无贵啊，伫迄个叫做家乐福吼，有咧卖。啊，你要买寒天的吼，迄阵啊较冷吼啊。到阵来，过来，啊！我阁去我四年啊啦，哦，啊！这甲大家讲，啊！这去拢会翕相啊，啊！拢会，阿伯讲，你迄个资料，互恁孙啊，啊是恁了做囡仔孙讲，诶，恁阿公啊，恁阿祖要伫遐哩做，哦，这就是你家己咧做历史嘛，吼、哦。安尼有兴趣啊无？有。好、哦、啊，但是大家爱去。穷吼，俭吼，啊三万八安尼啦吼，啊去五工吼，啊这也去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咱去拜了后，我有这个感觉啦。台湾的风太煞较咸去呢。这我不可意料的呢。这几年来。干咧做大风台，上头讲要入来，讲签迄边啊去啦。我报甲讲，迄包入来电话迄回啊，讲签迄边啊去啦。
这拢是啥？天佑台湾！我定定咧讲天佑台湾，是安怎？阮要讲天佑台湾？大家的意念，你若是啊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你就去祈祷，大家拢祈祷，和啊和咱这里要做啥？流亡政府早日回归他们的国家，早日到啊金门、马祖、平潭，哦，祈祷。啊，你呐，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也是一贯的。拜托，大家拢念一波普门品回向，拢念一波就好。念了，你甲讲，你所念的要回向给台湾。哦，啊，给台湾天佑台湾。那大家哪个安尼做，速度个如何紧？所以我有感觉到，所以我一定做个到。我几个月以来，我拢做个到。我等下甲厝个十二点半，我呐。念了，辛苦写了，念了，再去，从来没有间断到现在。安尼，大家若听的入，安尼过来这个部分，转去到三工。这，我感觉这拢是正确的，哦，无论你是什么宗教，拢有效啦，拢有效啦。啊，真侪宗教诶，因讲因迄个先知啊，因拢叫先知，讲咧先知咧讲讲，诶，啊，都差不多，啥物时阵会互咱接近啊？哦，安尼咧讲嘛，哦，啊类似安尼，啊，咱拢也爱拍拼，袂使讲好咯，啊，要接近啊，大家都啊等，啊等到无去，啊，真正，哦，即爱互大家加油啦！安尼好啊，好啊，好，感恩啊，感恩。啊，咱即马，甲这三天来所读的，要来学习一下，吼，复习啦，吼，因为闭幕词嘛，没有一个整个标题嘛，哦，啊，就顶礼拜拜你，啊，当然迄去地方演讲，啊，拢爱有标题嘛，啊，我就甲创一个标题，讲228事件。二八事件，为何世界拢无抗议？这个题目啊，大家记得脑子里面。啊，甲咱这三天所读的，应该你都答案啦。好，咱来看所准备的 PowerPoint 吼，啊，来照这来解说。这吼，迄个秘书长也有讲到，实际上秘书长会去研究咱这个叫做啊台湾地位啊正常化，咱这个论述，那是阿辉啊。佮伊讲啊，林前，啊，你都读战争法，啊，无我甲你介绍一个何瑞元美国人啦、啊。恁两个去研究咱台湾的地位真相。啊，伊去研究，啊，研究，啊，我有甲讲啦，但是迄阵啊，可能因缘吼。也未到，啊，讲啊，你这讲啦，啊，这卡巴啊，我这里，伊上好伊讲啊，这啊，伊人叫蔡英文去研究啊，好类似安尼啊，啊，这个就是像伊92岁安尼，
是不是九十二岁？啊，食饱先用，走去这伫台咧演讲，伫台日本台办，伊讲啥物？大家看卖，台日命运共同体。啊，咱三江所读的什么叫做命运共同体？大家去找这个答案就好嘛。是啥物？命运共同体，命运啊吼。啊，咱1945年4月7日，啥物日？4月1号，流亡政府说。愚人节，有啊无？讲4月1号所发布的东西都骗人的啦！啊，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发布什么？发布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台湾可以选3个。参议员到东京开会，选5个参议员到东京参，给你们参政权。啊，台湾可以去当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的放在哪里？靖国神社，3万高清。一摆，啊！流亡政府讲4月1号不是骗人，这不遵守啦。安尼恁去思考就好啊。来思考，思考日本天皇在这边实施啊明治宪法，把台湾纳进不可分割的领土。咱伫外口会甲你讲这啊未？甲你讲骗人那一天都不算啊，制造一个给你们去把头脑灌进去，说啊4月1号都是假的啦。安尼是不是？啊，这个是入台命运共同体，它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命令是什么呀？共同嘛。安尼，咱阿辉也知影无？已经知影嘛？啊，要不然他怎么会敢讲这样呢？伊讲，嗯，安内，这就是要给大家足清楚，哦，啊，这个就啊，咱即摆是咧学习啦，吼，啊。大家了解这个讲法吼，啊，过来，伊去到东京啦。东京是因遐的首都啦。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是因遐什么？首相嘛吼。啊，这个是回国的首相呢，吼啊。伊底下讲啥？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交给别人的手里。即句咱想看卖咧，国家的生存权交给别人家的手里。即嘛就是咧讲那个安倍晋三呐、啊。他已经啊，集体自卫权啊，把他修正，他可以主动出击。以前讲，咱甲你拍日本，你才会使来防卫，叫做啊，这个集体自卫防卫了，袂使攻击哦。
安倍被修宪遇到阻碍，他就用行政权力把它改过来，可以啊主动攻击了，你有侵犯到啊日本的利益，他可以主动攻击，他的军队可以出来派出去打仗了。所以他去以后也赞同安倍的说法，所以说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交在别人的手里。人若要甲你拍，就甲你拍落呀，啊，唔是生存权啊，迄个交在别人家的手里，你无法度去反抗啊。哎，人甲你拍落来，你才会使反抗，你要自卫，你。准备要甲我拍，欸，我穿武器特别便便，我也要甲你拍。安尼，唔得着。你看，保有战力并不代表战争，这个家日本人讲，日本人足反对的，所以要把这一条废掉，啊，废没有废掉，以下预言呐，即句就是李登辉要甲。要甲什么人讲？你知道？李登辉要甲因遐议员讲啦，啊，甲因遐反战的人讲啦，讲爱有家己的战力啦，啊，只啊，咱这个有自己的武力，不代表战争啦，战力不代表战争啦，人莫甲咱欺负，咱无可能去甲攻击嘛。啊，伊九十几岁啊，刚去讲这两句尔，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证明什么？足正确的嘛。啊，是不是李登辉先生争啊？李登辉总统是不是足正确啊？咱国公道转来，伊以前。莫名其妙呢，讲我就要会神变成台湾共和国，啊，美国讲袂使哩，他真的是摸不到头绪呢。迄有诶人就气就气，啊，美国也讲袂使，诶，啊，佫无法度，总统就职一定爱，诶，美国总统的。贺电，啊，若无贺电来，袂使就职，伊安尼莫名其妙啊！啊，这就是安尼，上头要甲宋楚瑜修理一下，修理一半，好，啊，这就是什么情形？拢无了解嘛？啊，事实上现在他已经很清楚了解了，所以。他这次去就讲得很清楚了，把日本全部洗脑一遍。我们去也是去跟日本洗脑呢，但是他们当初第一届去，我的名片正面是名片，反过来我跟他说安保条约啊，包括台湾跟澎湖。你们知道吗？问日本那些人讲，恁知影？恁知影安保条约有包括台湾甲澎湖无？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天皇现在还保有台湾这块啊土地？安尼，伊人搞不清楚。啊，伊从那就是。第一届嘛，第一年去嘛，哪里讲过？哦，安尼推销嘞，啊，无法度啊，名片，这就是，咱要做一定爱做有效率，啊，予大家肯定的，啊，所以，咱唔只会行这条路，啊，这就是。这个状况，哦，啊，我大家清楚和了解了。
各家恁大家有啥物要问的无？有啥物的看法无？迄日本吼，因遐吼，伊当遮毋知有讲有着，伊遮可能讲无着，我感觉。伊即个写来个讲，伊有一个例子啦，讲因遐内底一个可能是议员啊，国会议员吼，讲来问李登辉啦，讲李登辉迄阵啊要买战机嘛，啊伊即个来讲，你哪会要买战机要创啥物？啊伊甲讲，我要自己保护自己啊。啊！迄、那个甲伊讲讲了后，迄、那个就从来去甲伊讲了后，伊拢去总统府去见，去甲伊讲了后，从来迄、那个议员就无来啊啦。啊！我第一届去吼，又参观，咱去咱遮个协员同心去参观伊迄个议会吼，东京迄、那个做啊东京都的迄个议会去看。啊！去看安怎呢？讲因迄议员啊，伫因遐插因一支。桌仔顶插因一支迄个中国旗啊！伊讲我几百万咧，给因咧咧，干那桌仔顶，伊迄个议员的讲台甲插的一个日本政府的旗啊，按我给伊几百万的，有安尼，所以讲政治角力啦，啊，莫怪讲因要。实施这个自卫，这个自卫权要甲提掉。迄阵啊，中国唔知开偌济钱去送这议员，啊，袂使好贵，袂使好贵。我的判断是安尼嘛，啊，搞不好袂使好贵，我用迄个行政权甲你解决。这阿辉阿去，哪一日等于是去赞助这个要做啥？迄、那个。咱因个首相安倍晋三的声势，国家加强，哦，好，这里也足亲切。谢谢。这个是咧关啥？你知影？关亚太啦，是亚太吼，助理国务卿咧关亚太。罗素，太阳花了后，伊赶紧发表，伊奈用伫这个时间去发表，大家去思考。太阳花三十个时啊。三月三十的时啊，啊几十万站出来，讲五十万人，世界十几个国家，拢我有人站出来，这你唔知怎样无？好、哦、啊，这就是，伊咧管亚太。哎，看到我惊呢！哎，无紧甲讲讲的，因遐讲要来公投哦，啊公投啊来再来宣布独立哦，会惊袂惊？啊，美国讲你若独立就跟美国战争啊！啊，我这个占领的，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派人家来轰炸来战争啊，取得的台湾啊，是我占领的啊！你要跟宣布独立，又要去做什么？他赶快啊，发布。哦，他说挺台湾自治啊，这个自治是什么？你加了 autonomy， 这是什么？上面有什么人？
这块土地因为是天皇的嘛，上面有天皇嘛，啊，你要跟天皇讲好，啊，他也同意，那给你自治嘛。啊，一个大大以前经济系教授加盟，啊，恁即马台湾民政府以来是毋是要行台湾独立？我无啊，哪有行台湾独立？啊，独立都甲美国战争啊，咩来杀你？我甲讲吼，伊讲啊，无到底恁是啥物？因为伫外口足地拢划台湾独立的，甲流氓政府赶走，啊，咱台湾就独立吧，咱大家来公道。啊，你看安尼敢唔可能？敢唔可能讲，互恁去公道？人个厝。秘书长常常在讲，哎，大家目睭开开哈，啊来，咱来，啊，恁住伫国宾饭店住二三十年啊，啊，国宾饭店，啊是恁住伫遮的人来公道来决定，啊，若讲会使哩，大家举手看卖，有听到秘书长安尼讲过无？啊，这就是啥？这就人的，你住在这十年、二十年、一百年，那是国宾饭店人都有那个所有权创，啊，你要怎去公道讲啊？这个国宾饭店就咱来决定，啊，无可能的代志嘛。啊，所以这个，今仔这少年人讲来公道来台湾独立，啊，我甲讲，我甲迄个台大迄、那个。我甲讲吼，比如啦吼，像英国迄个叫做国协，加拿大对英皇一样，咱阿伯啊，咱就是日本国协的台湾啊，对天皇。安尼，大家转去有法度去人解释啊无？吼，这讲好听，讲袂使独立袂，啊，大家一定无欢喜个啊！大家人讲爱独立，哦，啊，实际上吼，无必要独立，啊，咱就照慢慢啊来嘛，照国际化、战争化、旧金山和平条约，先把。流亡政府请去金门、马祖、平潭岛，安尼就好啊。安尼唔知道清楚无？好来，咱啊清楚过来。这报纸咧报，啊，咱也知影啦吼。啊，这我看咱无要。甲大家介绍了，这应该拢足清楚，这种报纸吼，啊，这那是，头拄啊，李连辉先生就去甲斗三工嘛，九十几岁啊，去甲安倍啊，你看这吼，集体自卫权解禁，可海外动武，伊主要就是讲保。海南岛，迄、那个要做啥？迄、那个要做等诶、欸，那个南海啦，南海就是台湾的，台湾啊就是日本啊天皇的，哦啊，所以讲这拢有，这里、個，好、哦。啊，这就是咱听你讲吼，你个人咧做代志吼，拢有啥物？拢有计划呢，拢一步一步有计划有咧做呢，事先都有规划啦。啊，这就是啥？要互大家知影讲吼，他一定，咱安尼讲就好啦吼。美国伫那个加山建立一个什么？就是
迄个什么基地？迄个就是东南亚最大的迄个叫做迄个那讲侦测迄个雷达迄个基地。因家己做的呢，咱出钱啊，爱来去，拢用因的人，拢用因的材料，无咱这的人去做的。伊咧惊伊啥？惊伊讲，以前美国大使馆伫苏联，咧去讲因遐拢甲你创物件啦，内底拢甲你创窃听器啦，那有诶无诶啦。因阿惊到，所以讲，即马咧起啥？内湖，迄个叫做啥？金湖路啊，100号，迄哪拢因家己用因家己的人呢？拢因的人呢？啊，这你着足清楚，吼、哦！啊，这是啥物？要大看嘛？这我这个那片头要抓出来，啊，少年的要去看看资料才会清楚啊，哦，啊，你要去介绍，那才有够力啦，哦，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嘛，你不要讲啊，有的人讲啊，你人有的讲啊，这个教授拢在讲。讲课讲啊，嘴烂全破啊，但是有影无影？啊，就是爱大家上网去看，讲看有影无影啊？哦，啊，这就是确实，大家来遮咧读这个法律，啊，读三天后，啊，你回去，你的心情。就比较开朗一点，袂讲一寡去中国转来遐个人讲，台湾是中国的，你们要独立，啊，有没有去问中国啊？中国同意不同意啊？拢用安尼啦，因迄边来呐，拢安尼，台湾。要解决台湾同胞，伊是讲爱呐，要全中国人的同意。咱去读读个，等于讲，介无交叉啦。真正实在，啊，但是咱现在政府尽量要甲纠做对啦。啊，这拢是啦，吼。伊会主的有遐济啦，哦啊，会主的遐济，哦啊，大家若翕相翕济，我都要过来换，迄是足济的啦，足济单位的啦，吼、哦。好来，哦，过来，哦，足济的吼，过来要换后下一页，哦。过来，吼、哦。过来捉这个啦！啊，即嘛是讲百姓唔知影尔，因遐高官拢捉清楚啊。迄个做啥？江宜桦才讲要闹高举，伊讲伊袂选总统啦。伊讲伊袂选总统啦，啊，伊佫讲安怎？迄个做。迄个时阵啊，可能无法度去选总统啦。啊，我所听到的吼，大家老朋友吼，但是还没有证实吼。伊讲即嘛，迄个经费啊，选举经费吼，选总统的经费无变啦。对啦，不用选啦，所以。对啦，啊，所以经费无变啦。啊，这给大家做参考吼。安尼，哦，对，所以，安尼大家有福气啊无？
哦，就好就好啊，就好就好。哦，啊，咱买啊，咱这吼，你若要我确定的，我已经按我家己上网去查。吼，我几啊摆的单位哦，拢会处啊吼。哦，好这吼。这吼，足早阮就讲啊。因为美国就甲咱讲，讲伊甲中共讲好啊，恁那台湾因要接要来接管了后啊，啊恁带来遐个人，即马头有到两三百万人，希望恁找一个所在好住，啊恁若无找所在好住，啊因难去卖。因等下中国乌白甲你走，啊，恁会接受阿未？啊，我咧讲，有诶走去四川去，有诶走去云南，有诶走去贵州，啊，有诶走去东北，啊，有诶走去啊做山东，哦，啊乌白走，底下人拢甲你起革命，啊，你着头壳冒咧烧啊！即卖干来香港尔，较无爱去嘛吼。哦，香港大家底下咧。啊！那伊个伫内底遐咧发生遐，发生遐，发生，所以伊个香港个代志拢现，迄个，因拢唔知影嘛，拢甲你无爱，互你影响着，互你传染着。啊，所以因呐安尼，因讲好啦，好啦，好啦，无来这个所在啦。啊，这个所在安怎呢？恁来遮，甲香港也差不多啊，遮甲你冻掉去。恁要乱在遮乱啊，无要紧啊，遐互恁去安怎乱啊，无要紧啊。伊内底无影响嘛。啊，这大家看到，哦，啊，这也足近的啊。啊，即马，个船咧开通啊呢。嘿啊，台中港、台北港，即马煞咧可能个布袋可能还要去啊，嘿嘿，可能我要去啊。啊，所以。这就是安怎，大家都不知道啦，啊，实在，嘿啦，啊，就足好骗啦。啊，这是啥呢？这是福州新闻呢，哦，啊，这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呢，哦，啊，这就是吼，有个共同嘛，哦，啊。这个，咱来看了，啊，来放一个影片，啊，互恁更加清楚嘞，啊，咱才来休困，哦，来，咱拜托，咱的同情，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三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
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咱即摆过来看一个迄个受害台湾吼，迄、那个真的，受害台湾的地方，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咱休困10分钟吼，大家我较少时间哩吧吼，咱刷嘞，还阁有足好的影片要予大家看。咱休困一下，谢谢。各位同心，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下课休息10分钟。